是说要有同样的轮廓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。是不是说会有很多个以后，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，归于你，归于我们一家。我会在这里傻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。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。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，多美丽。苏玉啊，这是你明天要穿的校服，给你洗干净了，搁这儿啊。嗯。我让你爸呀给你买了个手机，我看你们同学都有这个。我用不着，学校也不让带，还是您用吧。我这看您手机用了很久了，也该换了。怎么用不着呀？你说昨天要不是人家无比有手机，我们都联系不上你。你们昨晚还找我了？我还以为你们没发现呢。你说你这么大一大伙人不见了，我们能不找吗？我跟你爸呀都着急坏了。行了，快拿着用吧。谢谢爷。苏玉，你把同学们交上来这些资料整理一下，看有没有缺谁的啊。弟弟，这么努力啊！你叫我什么？这个是我户口本的出生日期，登记的时候晚了。你少来，赶紧叫哥。那个，我去个厕所。别想跑，赶紧叫哥。你别给我沾亲带故的，我认识你吗？事儿，你说呀。我那个小屋下个月10号不就退租了吗？这以后不用租了，一个月省了好几百块钱。我是想着，咱要是把这个房子租出去，这两笔钱加一块儿，能租个更大的。啊，我不是嫌这个房子挤啊，主要还是替两个孩子想。你看苏玉，这么大人了，肯定得自己睡一间吧。朵朵也不小了，不能总跟着咱俩睡。
这眼瞅着明年苏雨可就是高三了，朵朵这么淘，咱家隔音也不大好，你说再给她影响了。这女人过日子就是惊喜，以前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根本想不到这儿。这不得想了吗？我都想好了，这从明儿开始啊，我每天早点出摊，晚上晚点收摊，多挣一点是一点。哎呀，你说你都这么累了，就别折腾了。以后每天晚上我做个兼职，周末再出去打点零工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行，那咱俩口子一块使劲儿，反正苦啊也就苦这一年，明年等苏玉考上大学了，咱再搬回来，那时候咱日子也就不紧巴了。行，听你的。苏玉，哎，站住！我听说你爸结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能接受你爸二婚，就不能接受我呢？我不接受的不是你的婚姻，是你这个人。你们家房子那么小，那女的又带个闺女，四个人挤在那两间小房里怎么住呢？你搬过来跟妈一块住，妈就能好好照顾你了。她是不可能搬过去跟你一块住的。无比，你听阿姨说，阿姨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不是一直没回来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她不能搬去跟你住，她必须跟我一起住。这什么情况？你刚才瞎扯什么？我没瞎扯，你们家那大杂院不是隔断的吗？我把旁边那户租下来了，正好有两间房，你可以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你自己好好的豪华三居室不住，租一小平房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没住过，之前那个小房比现在还破呢。你之前租是为了圆谎，现在是图什么？图离学校近，离你家近，蹭饭方便。对，你看我整天白吃白喝，不腾出一个房间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用不着，你一会儿少来蹭吃蹭喝就行。哎，这你就不地道了啊！你看你爸刚结婚，咱现在是一个重组大家庭，理应互相关照。我爸跟周姨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要重组也是我和朵朵重组，你算哪门子？八竿子都打不着。昨儿谁逼我叫哥的？可是你自己盖棺定论的，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哥，哥，你等等我，哥。吴比，来接下东西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啊，哎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帮你搬家，搬到了自个儿家。叔，那这次还收钱吗？那能收你钱吗？你都把苏玉撺掇到你这边来了，省得我租大房子了，以后吃喝叔都包了。叔，我是不是特懂您？那你看，聊什么呢？这么美啊？没聊什么。外边有大箱子，过来帮我搬一下。好。叔，放这儿了啊。好，放这儿吧。我先去了，叔。哎。爸爸，你看这个小雕像多可爱！哎，可不能随便动无比哥哥的东西，这是艺术品啊。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爸，咱们家里有钳子吗？有有有。嗨，哎，咱们家呀，除了钱没有，钳子有的是。Thank you.
看看。怎么？我这头发烫的咋样啊？帅帅帅！对不起啊，转飞了。学校明确规定，学生不许烫头，你还敢烫啊？老师，我是一次性的，一洗就没了。去，现在就给我洗了。老师，我这得用专门的药水洗，回家再洗行吗？行，给你父母打电话，让他们把药水送过来。哎呦，别！老师，我父母都回东北了，家里没人。那你现在找个理发店给我拉直了。老师，我这头发烫的时候刚软化的，再软化它全断了。那就剪了。剪了，这剪多少呀？剪到没有卷就行了。老师，我这头发一直烫到根儿了，剪到哪儿都有卷。那就给我剃了。老师，你让我剃的目的是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你看看你这个头发，全学校现在数你最显眼了。老师，您不觉得剃成秃子比卷发更显眼吗？好，合着您烫了一个让老师也无能为力的头发是吧？居然也有女生敢烫头啊！哎，冒充来了，嗯？怎么又是他？这阴魂不散呢，这！哎，走。哎，前几天是情侣装，今天又搞了个情侣头，挺高调的呀。给我滚！好嘞。我这就剃了这。你干什么？自己写。我自己写得写到什么时候啊？又不用你做饭，你那么着急干什么？我现在没有思路。你过来，我给你讲。你看，现在这边呢，画一条弧线，然后呢，这边是。谁呀？你帮我接吧。喂，我无比。苏玉他写作业呢，什么事儿？没事，你打什么呀？撂了。怎么样？以后这种电话你都帮我接吧。嗯。来，苏玉呢？哦，苏玉过两天有演讲。正写稿呢，你别杵这儿了，回屋休息去吧。没事儿，我想跟您学学。学什么呀？学做饭呀？啊！你一大小伙子学做饭干嘛呀？
我想学会之后啊，做给我爱的人吃。那他可真有福气，现在这小孩什么都懂啊。哎，找到你了，好吧。现在轮到你藏了，我闭上眼喊十个数，你藏好了之后喊一声就行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藏好了吗？藏好了。朵朵，怎么还不进来吃饭啊？都等你一个人呢。我和小五藏猫呢，我必须得把它找到。那你快点吧啊！小五是不是已经回去了？好了，我认输了，你出来吧。这个点儿了，小五肯定回去吃饭了，就你还在这傻乎乎的等他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违背承诺的。小五，你还在吗？在的话回我一声。那谁呀？这是是不是隔壁那俩孩子？他们俩什么时候敲过门啊？哎，小五吗？小五呢？他没回家呀？没呀，我寻思这半天没回，肯定在你家吃了，就晚点来接他。刚搬过来就闹鬼。怎么了？有人。起床了，弟弟，胆儿小的弟弟，再加一遍。哎，不闹不闹不闹，我洗澡。
喂，你是谁啊？他在洗澡。我跟你说了，他在洗澡。洗澡怎么接电话啊？怎么这么多倒贴苏玉的女生？他有喜欢的人了，别打扰他了。拜托，我真的很想他。哎，我听说旁边公寓有个篮球场，咱俩要不去打会儿呗？行啊，不过我家没篮球，你带了吗？哎呦，我也没带，要不去买一个？哎，不用，韩博狂人家有，我去借一个。哎，他家在哪儿啊？隔壁左边。行，我去吧，你快吹头发吧啊，别生病了。哎，他家你就别。哎，叔叔您好，我是韩博光同学。哦，哎，那个博狂啊，有人找你。哦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借个篮球。啊，等着。来，走了。哎。博狂啊！啊啊！你看看这小伙子，这小伙子多有男人味儿啊！你得跟人家学呀！啊！啊，爸，我哪能跟他比啊？上次我们班和他们班摔跤比赛，他一人就摔了我们一个班。这怎么不能比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虎父无犬子，我从小就是按照男子汉来培养你的。你过来，啊，拿去啊，好，请，啊，上。爸，我翻不过去啊。你翻不过去，你翻，你试试。你就练啊！哎，你这大高个儿要上不去啊，那就没有天理了。原来你爸小时候啊，你也告诉我说我这个儿能考飞行员。哎呀，我就信了，就没长。别停，别停！啊，往上！你长这么高个儿，这都窜不上去。我这就是岁数大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我再年轻30岁，我什么都不踩，我就翻过去。哎呦我去！啊！爸，没事了。儿子，算了吧，爸早就不行了。老公，你去国外出差都2个多月了，分公司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呀？还在谈判呢，有点棘手。啊，那你可得注意休息啊。好的，你也是啊，注意身体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吴比现在住在哪儿吗？就住在国贸那套公寓啊。怎么了？哦。我是看他一个小孩子总在外面住，不太放心，我想过去给他做做饭。打扫打扫卫生，我让保姆配了药。
哎，好。哎，五比爱吃什么呀？五比。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？一个周末那么多套卷子，哪写得完啊？完全来得及。干嘛？自己写。我就是看一下进度。这就是进度。你一个小时做了三套数学卷，这个都是120分钟的试卷。趴过来。干嘛？我让你趴过来，你就趴过来。休息一会儿。那儿不是有枕头吗？怎么不躺枕头上休息啊？这枕头不是没有你身上软和吗？瞅你那傻样儿。你说我们两个要有你保护我，无论多么危险你都不会走的。我相信是不是该给我躺啊？不给他。凭什么不给他？我都让你躺这么久了，凭什么不给我躺？那是你乐意给我躺，等你赶上我的进度再说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同遨游，在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，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，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
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，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这么早啊？啊，我哥今儿回国，叫我去接机。你亲哥吗？没听你提过啊。我表哥，他呀一直定居在国外，我们平时见面也特别少，这次因为公事回国，就顺道来家里看看，过几天就走了吧应该。嗯，注意安全。嗯，快睡吧。在那个地方。